大家讲一下为什么选这个号码？因为我想要的号码可能都被学长选走。啊，几号？零号。啊，摄影师说你吉祥，刚刚那个没有没有选你号码，没有，还有八号。啊，八号谁？八号闹人，又在乱讲话，又在车上讲了。年纪轻轻的话，欧北共。三哥，为什么我选零号？因为都被人家选走了。那你要几号？我帮你跟他讲。没有啦，原本是选六号吧，六号就打油。对，打油，有没关系啊，给学弟穿。最后选零号，就是从零开始。对，从零开始。对。醒醒啊！你现在改了吗？没有，还是一样要涂黑。那你要特征画出来，帮我不知道是谁。两位，时间快到了。谁？我真不知道你这是谁。